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15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工作室系列一款核心级，来自于电影第七集的造型 RC。它的合绘先给各位看一下啊，其实画得非常的好看，我自己是能够接受这种电影系的人的脸的了啊。那它的玩具呢，从盒子里头看的时候呢，是一个非常奔放的 pose。那当时的时候呢，我只看盒子的话呢，这款玩具可以说是非常没有卖相的。但实际上拿出来玩过之后呢，我发现这款玩具呢，大大的超出我的预期之外。首先第一个，作为变形金刚里头男女关系最混乱的人物呢，他却有着异常紧实的髋部关节，绝对不是你随便晃两下他腿就会开的，真的不是啊！你这样子晃，你看，你看，对，腿就是不开。对不对？或许你要说，因为我不是 Hara，我也不是弹簧，所以他腿不开。那这不是重点，大家做玩具开箱还是要正经一点。那它的一些球关虽然用的不少，但是呢，大部分来讲都还是比较偏紧实的，所以说它的基本做工还不赖，而且它的涂装远比我想象中要，应该说它的分色比我想象中要来的丰富啊。粉红色的大臂，然后肚子的这个是黑色的塑胶件。胸口的话呢，还有银色的点，这个车头灯的货真价实的车头灯的点缀。那唯一来说最糟糕的就是它的这个背包，这个枪都掉下去了啊！讲到背包，那枪就掉了啊！好，看一下枪好了，这个枪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部件而已。那我也不知道说这居然也能够成为枪。然后电影里头预告片目前有没有这把枪啊？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。讲到预告片，最深刻的就是它这个大腿。它好像是一个类似骇客任务一样，这样躲开一个发射过来的这个炮弹。它这个腿的线条也做得好看啊，然后小腿的话是整个很大一块的部件，没有接地。那以不对，核心级的玩具来说，它的可动真的也不算差。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可以左右看，而且面雕也很好看，水蓝色的眼珠，表情真的做得还不赖哦。我手上这一款没有什么问题。手臂还可以平举，还可以举高一点，360度的转动，手肘都可以转动。腰身的话呢，变形的需要是可以转动的。脚的话呢，就前后左右踢，就不在话下了。膝盖也可以弯超过于90度，就是这两个一个巨大的轮胎出现在后面而已。然后就主要还是背包了啊，就背包的问题比较大。那它的一个变形的话呢，也是非常的有趣，我个人觉得算是很厉害了。然后我们把武器拿掉，你看，真的就是后面这个背包比较糟糕而已。不然它的架势来说，跟我想象的一个盒子里头，透过只看盒子不拿出来玩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，这个玩具是可以的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示范它的变形过程。首先的话呢，把它头给按下去。哎，对，但是因为我不是 Hara，我也不是弹簧，所以我要把它头按下去呢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它这个头按下去哦。真的很紧，然后你看这样咔的一声，而且我已经按了它很多次了，它已经，这第一次的时候真的超紧，它根本就不甩我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头按下来之后呢，先把腰部翻转180度，然后两手朝中间做个集中，集中过来之后，你看它两侧各有凸跟凹，就把它给扣在一起。扣在一起之后的话呢，这个地方也是上下做一个咬合的，手臂上下做个咬合。然后这整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把它给调整的一个至中一点点。好，到这边头就摆在这里了。接下来把这个脚的话呢，它是这样子往后摆，它这个已经这样子变形过数次了哦。它这个你看到没有？这个髋部的关节真的是有特别给它强化耶，它真的不是那么随便让你开大腿的位置啊。然后把这个车头放到前面，再来的话呢，这个脚这个地方怎么做呢？是这里要做一个有点类似于反折的，这样的往上折上去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。后轮翻出来，然后就到这边，先到这里，先到这里就可以了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翻过来，到这边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两个车轮做一个合并，那里头有对应的凸跟凹，你就把它对应到一起。然后这里转好之后呢，形成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凸，然后再来就是印第安人跟黑人的组合。那从这个地方呢往上扣上去，那扣的时候呢，它里头。是有一个这里有一个粉红色的一个缺口，果然都不是很正经啊。
把它给按下去啊，尽量的按下去。那按的时候呢，从这个地方施一点力，这样子下去。然后的话呢，它的一个这里按下去的目的是为了让车尾巴能够往上翘一点，这个地方能够下去一些，这样一来车的形状才会比较好看。不然的话，它会整个一个凹这样子，就感觉没有那么美观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施加一点力量，啊，让它的车尾巴能够翘起来一些些。那这个摩托车的话呢，滚动性是超好的，没有问题。但它居然没有做起落架，啊，应该说支撑架了，没有做支撑架给我们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只能依赖武器了。武器的话呢，它的这个地方是有个缺口，有个缺口，然后对着白色，这是白色的凸对黑色的凹，这个基本上看不到的片子，把它给放上去啊。然后凸出来这一块的话呢，就是勉强可以拿来当成支架，把它给支撑住。那这个就是它正常摆在桌上的一个样子。整体来说，它的摩托车的造型，我觉得完成度也不算差了哦。车头当然是不能转，但是我们能够透过转这个东西呢，来做出一个类似，啊，好吧，欺骗自己，它是有一个龙头可以转动的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轮框，这个碟刹的部分，啊，也是有涂装的，啊，算是做的比我想象中来的好很多了啦，哦。真的是在盒子里头看的时候，觉得是一个在发神经的一个女机器人，啊，但是没想到实际上把玩之后，啊，却比我想象中来的优秀不少，嗯。还蛮推荐的，啊，真的是蛮推荐的，那就利用这期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